沙滩开始到我们的波多渔港，这个长 11.8 公里，先锋乡有7公里，绿色海岸风景游戏的一个开发的计划。那我们已经把一个一个把连接起来，准备了一个工程。那这个计划我们争取到4500万，我们县府也负担了2070万，非常漂亮。事实上这个地方过去就是很多喜爱摄影的人的一个秘境，因为它这个堤防是伸出去的，当它退潮的时候那个圆柱都可以看得到，在圆柱上来拍照是更是漂亮。波头渔港、逢毛港还有石铺，一直到我们的凤空渔港到新叶沙滩整条，我想当这些把它建制好起来的时候，来做一些改变，让大家在这边可以得到更繁荣，让我们住在这边的人更有商机来做生意。